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4面啊，494面，倒数第四行。看起啊，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啊，慧能大师当时尚未剃度，只是庙中一苦工，一发此心呢，顿顿足畏，正可谓菩提心论中若修正出现，则为一切道士，不起于坐，能成一切佛事之四正。啊，这华念老举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例子来做证明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是真正发菩提心。啊，这个心一发，凡夫就成佛了。啊，为什么都放下了？佛是本来佛了，本来是佛了。啊，我们就是因为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障碍了。佛并没有失掉啊，是真佛不是假佛啊。啊，这个事理都要很清楚很明白啊，肯定我们自己本来是佛。啊，就是因为有障碍啊，这叫迷障。啊，佛没有失掉。啊，确实本来是佛啊，所以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，分别执着，我们变成凡夫了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就成佛了啊。慧能大师就是在五祖会下一时顿舍啊，所以他就顿悟顿证啊，他开悟所证得的果位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证得的完全相同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所以一发此心啊，庙里头有个苦工，我们现在讲义工啊，啊，这个心一发就成佛了。啊，这可以为菩提心论当中这一段话前面我们讲过学过啊，顿修真出现。啊，修啊，修这个意思。啊，就是转过来了啊，念头一转，这就叫修啊，啊，他就能证得啊，出现说菩提心出现了，真心出现了啊，他就能够为一切天人道士。不起于坐是说他快啊，他能成就一切佛事，这个佛事是教化众生的大事啊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
一生从事于教学，所以教学是佛事啊。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什么榜样？觉悟的榜样，不是迷惑的榜样，觉悟的榜样，这是佛事啊，这是举出一个很好的证据。菩提心，迥出凡尘，迥是远，超越啊，远远的超越凡尘呐，功用难思啊，它的功德，它的作用不可思议。如是心性，名为法身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提心现前，就是真的法身。那么慧能大师法身大师啊，法身大师就是佛啊，所以是佛道之本体，名为菩提啊，把菩提的体、菩提的名称说出来了啊，这是法身菩提。下面呢，再说报身。法身本具啊，那是心德啊，不是修成的啊，是心德。修德有功，心德放心啊。修德基础就是放下业障，没有别的，通通在放下啊，放下心德就现前。啊，就现前，故备修万恨，功德庄严，得报身佛果。啊，心得闲了，还要不要修呢？要修。那修的意思是什么？修是给人做榜样，给人做样子。如果你不修就成佛了，大家想，你不修我也可以不修啊，那我也能成佛了，不然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了啊，他在鹿野苑跟五比丘讲四谛法门，小乘法了，人天法了啊，而且呢，做出小乘的样子，小乘的比丘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出去行化，持戒、修定、讲经、教学，啊，做出榜样，啊，威仪有则。啊，给大家做榜样，做好样子啊！啊，功德庄严，啊，得报身佛果。啊，报身圆满具德，通达无碍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。具足万德万能，通达无碍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这叫圆通无碍，这叫报身菩提。啊，第二种，那第三种呢？从报身佛果啊，从这个报身流现化身，这是变化的啊，随机化现，妙用无穷啊，这个作用是对众生。
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有缘众生啊，这佛经上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他跟你没有缘，你度不了他。为什么？你度他，他不相信你啊。什么叫有缘？他相信你，他听你的话，这叫有缘。你再高明，他不相信你，不听你的啊，你怎么教他都没用处啊，那叫无缘，叫有缘众生。这叫无量劫中，不管跟你是有善缘还是有恶缘啊，只要是有缘，他就会听你的啊。缘成熟了啊，他会热心地来向你学习啊，他一生他就能成就。缘不成熟了，要慢慢等待，要教他啊，这一生缘没成熟，教他一点，下一生又遇到了，再教他一点啊。佛度众生不是一生成就，生生世世啊，帮助众生啊，啊，慢慢等待他成熟了啊，成熟就用这个法门啊，他帮助他往生啊，他就圆满成就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学佛的人遇到净宗，真信切愿，我们就晓得这叫什么，这圆完全成熟了啊。他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啊。如果遇到净宗还有一点怀疑，还不能完全相信啊，还想学这个学那个，那就是他的缘还没成熟啊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再等来生后世啊。这个我们都在心里看得到啊，一看就晓得，哎，他是不是有缘，他缘有没有成熟啊，通通要帮助。没有缘的人要跟他借缘啊，就来生就有缘啊。因此我们对于戒缘不能不广啊，不能不做啊。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听到了，哎，这都是跟他戒缘了啊。我们身上带一串念珠，哦，他也看到了，哎，晓得这是佛，也戒缘了啊。总要叫他跟我们接触，让他心里有意无意会有一个佛字放在心上啊。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他看到呢，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。这个阿赖耶识里的佛的种子，特别是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去了啊，这样才能够教化众生啊。故曰义务，一是利益啊，不舍身。他说无，无十法界全包了。如果说人呢，只有人法界，不包其他的啊。说无啊，十法界全包了啊，圆满通达，那么这叫化身菩提。我们由此可知，化身菩提是他受用，报身菩提是自受用啊，自己真正做到离死无碍，死死无碍啊，圆满自己的智慧啊，圆满自己的德相啊，这属于报身。第三呢，显法显法心有意。意是不一样啊，啊，发心有意啊。敬畏行者，行者就是学佛的人啊，修行人，修因发心呢，具其三种
这么这个三种后面呢，念老也有解释。一者要须十大有，从本以来自心清净。这是头一个条件，一定要认识有跟无。什么东西有呢？自性清净心决定有，自性清净心之外决定是无。大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个相不是真的。这里的重要的意思是教我们有，你要抓住无要放下。这无的东西放不下的时候，那就障碍你的自信清净心，你永远不能见性。第二，圆修万恨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，如常讲。八万四千法门要什么？要圆修一修一切修，一切修一修。三者呢，大慈悲为本，恒离运度众生。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个意念不能忘掉。念念为怀，这恒离帮助众生，特别是帮助众生认识净土，帮助众生呢一心转念帮助众生这一生往生成佛此之三因，能与大菩提相应，故名发菩提心。发菩提肯定是这个样子。又据《净土论》，就是《往生论》里面说：“今发菩提心者，即是愿作佛心。”发菩提心不是别的，就是愿意作佛。愿做佛心的，那就是度众生的心。度众生的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。今即愿生净土，故先须发菩提心也。后面是黄念老的解释。是曰。发心有意者唯有两种这就实际上只是解释前面所说的有两类。初者呢，行者于因地中我们现在都是在因地，我们没有正果都在因地具法以下三种心：一者虚设有无于了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自心清净前面住了自心本性。至于设大有无呢，是为悟心之玄关，这关键所在。非常重要。你要认识，
你要通达，你要明了，啊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，啊，这个东西要搞清楚。啊，无者，即心经中从无眼耳乃至无知也无得，一连串的无。啊，心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大家都念得很熟啊。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。啊，这就是十八界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无。乃至到最后说无知也无得，啊，这要知道什么是无啊！啊，又记《大涅槃经》云：“如是逆顺入朝禅矣。”佛告大众啊：“我以佛言。”遍观三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寂，性本解脱，与十方求了不可得，根本无物，所因之业皆悉解脱。无明解脱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脱。这是举例告诉我们啊，经上说啊，从佛告大众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说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啊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寂，本寂就是本体。啊，性本解脱。你看一切法的自性，一切法自性啊，决定没有。烦恼习气没有这些东西，你在这个里面找找我找不到啊，我尚且没有，哪来的我所啊，我所有的当然就不在了啊，这是什么？它本来解脱，啊，与十方去求呢，了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真的是了不可得了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了。真话是什么？根本无苦啊！根本无，就像一棵树一样，根本没有，哪来的枝叶？这一桩事情，我们要细心回顾。过去所学的贤首大师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就明白了啊，你看看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宇宙怎么起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，
先显一体，其二用。啊，一体是根本呐。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自性清净圆明体。这个东西有啊，真有啊。啊，虽然真有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没有现象，它真有，那就是真如，那就是自性。因为没有现象，所以佛叫它做空。空不是无，空是有，真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能生现象。啊，它能生自然现象，能生精神现象，能生物质现象。它能生，奇怪了。啊，但是能生的那些现象啊，是幻象。你要晓得，能生现象不是真的。本体是真有，有是空，有它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它真有，真存在。虚空都是他变的，虚空不是真的，他变的。啊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梦中有虚空，醒过来了，虚空不见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虚空里头，什么时候我们觉悟了，超出六道轮回了，这虚空就不见了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自性。啊，所以从一体，一体是空寂啊。啊，起了两种现象，起而用。啊，一个是宇宙出现了，异报；一个是我出现了，正报。啊，这二种作用，啊，正报、异报出现。变现出来的啊！佛在大乘经上常讲：“意念不觉而有无明。”啊，这是意念不觉现出的现象啊！好像我们做梦了，梦就是意念不觉，哎，做梦了。啊，这现象一起来，现象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我们的物质现象是身体，这是物质，物质是个波动现象，每一次的这个波动都周边法界。你说速度多快啊，现在讲电讲光跟它比差太远了，它是立刻周边法界啊，光跟电的速度很慢啊，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从太阳到地球要8分钟啊，那么长的时间呢、啊啊，我们自性里面变现出来这个能力太大了，它才动，就周边法界。啊，没有障碍的人，啊，这些信息他们全收到啊，没障碍的人啊，
我们又受到了，受到有障碍，受到了不知道，没感觉，我们是凡夫。啊，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把我们的灵知障碍住了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到我们这里，啊，居然没有感觉。那么什么人有感觉呢？烦恼只要少一点他就有感觉啊，业障轻一点啊，阿罗汉有感觉，因为阿罗汉的见思烦恼断了，虽然还有尘沙有无明，他能收到一些信息很清楚啊，还有大半的时候他不知道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啊。菩萨受的信息比阿罗汉就多了，化身菩萨受到是圆满的啊，也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他们能够受到遍法界虚空界圆满的信息，上一切诸佛如来，下面地狱众生、三途众生啊，三途众生苦他们受到啊，诸佛如来的智慧神通道理啊，教化众生他们受到啊，现在有所谓空中传音，就这个意思，比传音还厉害。啊，无名解脱苦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脱。啊，无名是根呐、啊，啊，无名解脱了，啊，解是解除了，无名明了，啊，脱是脱离，脱离什么？脱离无名。这就是十二因缘不存在了啊，无明缘心，心缘识，识缘明识，乃至后面到老死啊，通通解脱了，这个人就正法身啊，就成佛了。这一世因缘呢，我今安住常寂灭光，那我们就叫做常寂光，名大涅槃。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威切之垂示啊！啊，微妙，恳切的。示现，这个示就是为我们做出好榜样啊！一切永明大士愿于无量界剥皮为纸，卸骨为皮，用血为墨，以书此文，拥抱此恩也啊！永明大，永明延寿大士啊！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，他老人家发的愿了啊，把释迦牟尼佛这四句偈写下来，
永远传下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为报佛恩呐、啊！《大涅槃经》上讲的这句话，几句话了。啊，根本无故啊，所因之业悉皆解脱，无明解脱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脱。啊，简简单的几句话。把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最关紧要的这些开始，佛慈悲。啊，法愿。啊，薄皮为止。系骨为鼻，啊，用自己骨头做鼻，用血做脉来写文，写这个经文，于无量劫啊，现在不必写了，现在有印刷了，啊，可以大量的去印了。那个时候得一张一张写，写多久？写无量劫。你看看，发这么大的心啊！这是什么人？知恩报恩啊！不知道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，知道的人干这个事情啊！那知道这几句经文好啊！人家一看会开悟啊，那就是真正能够认识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啊，后面这四句话，这个要义说出来了：无明本无，知业何有？无明是根本无明。知业就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跟烦恼习气，这是知业。从根本无明啊，这一就流出尘沙烦恼，由尘沙烦恼又流出见思烦恼。啊，无明是本，是根本。尘沙烦恼是知，见思烦恼是业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就懂了。这用个树来做比喻啊，根本没有，哪来的知业？啊，这个断烦恼断得快，为什么慧能大师？啊，听了两个重点的开示，他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。那是什么呢？他明白了，根本无明本无，那什么全就断掉了。那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不必枝枝叶叶慢慢去断了，我们现在搞的就是从枝叶上断，慢慢断。为什么呢？一下断不了，没法子从枝叶，非常笨的办法啊！从根本断的时候，最聪明的办法叫上上根人啊，从根本下手啊，下下根人从枝叶下手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先从知业，慢慢慢慢的时候，哎，总有一天一下就从根拔掉了。
为什么？真觉悟了，真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断不掉？还是有怀疑，还是认为真有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你以为你明白了？没有。啊，怎样真明白了？真放下的人真明白了。没有真放下，哎，听得很多，也会讲，实际上没有明白。这就是张家大师以前常常告诉我的，知难行易呀。啊，佛法是知难行易呀。释迦牟尼佛讲49年了，知难啊，行像六祖这样，你看多容易啊！啊，一下放掉了，马上就回归，还了愿了，啊，望见就还愿了，啊，所以还愿观的前三段，它一共是6段，前三段就是教我们认识真妄。啊，哪是真哪是妄，你要认识。啊，后面的2段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当中第4段那是讲教化众生。你要发大慈悲心，你虽然是真正看破放下了，还要不要忘记众生。苦难众生要多照顾。啊，所以教你随缘妙用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缘妙用，别着想，啊，唯一有责，在在处处给众生表现一个好样子，啊，第3个呢是一个好的态度，特别提醒我们如何制止，啊，对人要客气。要如何心里头要真诚，知识就是真诚啊。末后一句祝福嘛，待众生苦啊，不要看众生不顾了自己走了啊，这个没有慈悲心啊。众生苦要帮助他，要救他啊。众生有生死，什么叫有生死呢？他认为有生死，就真有生死。啊，你已经了生死了，你没有生死了。啊，没有生死的人帮助有生死的人容易啊，有生死帮助有生死困难啊，他要保自己的命啊。啊，不能说因为你的生死牺牲我自己。啊，他是这么想法，他有生死。菩萨没有生死啊。啊，众生有命，菩萨没命啊。啊，所以他帮助众生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大妄本空，啊，妄是虚妄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本来空，真心自性，只要你通达，哎，有就是空。现在讲这种话，科学家比我们领悟的深。为什么科学家知道？啊，科学家证明了，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一句话，大妄本空，科学家一定点头，一定鼓掌。为什么？他证明了，物质没有，物质是什么东西？意念累积的幻象，
啊，很多意念挤在一起，产生一种幻想。啊，物质千差万别，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？就是频率不同，频率慢的变成固体，非常坚硬；频率快的，它就软。松软，啊，频率更快的就变成光，变成电。啊，变成流动的。啊，确确实实全都是意念。啊，这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心里都没有想，一切法全没有了。啊，世间人也说，我们做梦，梦是意识意念生的。啊，所以讲下意识，你睡觉的时候不能控制。啊，下意识变现成为梦中境界。那梦中境界也是心想生的，啊，醒过来了，梦就不见了，醒过来就悟了，啊，也就是你的意念恢复正常了，一个道理。啊，还原观里面最重要的意思，就是叫我们真正认识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一切诸佛跟我是一体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一切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。这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个认知要用世俗的话来说，天下太平了，世界大同啊，谁不爱自己，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，这叫什么法身啊，啊，真的是我，我是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就是我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人身，啊，这是我的手，我的右手，这是我的左手，这是我的手指，这是我的指甲，啊，这是我身上的五官六腑，那都是我啊，啊，而不知道整个虚空，整个法界是我，不知道这个是我，啊，还原观教我们认识。把自己找到，啊，自己那种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啊，妄想方法发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障碍呀，啊，让你完全把真相啊迷了，放下。真相大白，啊，通通明白了，啊，什么问题都化解了，啊，不知道的时候，这是物，这是问题，那是问题，知道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此即知无之要矣。啊，这是知有重要的意义，啊，知无的要义。至于知有呢，宗门常言，禅宗常讲的，必须知有是德。啊，知性中本无，
至相中本有。啊，相中有心呐、啊，心中无相啊。啊，又复大师兴亡明月，谁中言位？有没有？谁是闲的？啊，大海谁是闲的？有也。色里交亲，决定是有啊，不见其心。你没有看到盐的味道，没看到啊，色里交亲没看到，他决定有啊，啊，不见其心。兴亡一耳，身内俱听呐、啊！啊，身是有啊，啊，身是有啊，是色。这个身里头有心呐、啊，心就是心性的，有心的，决定有心的。啊，身内俱听，他居在哪里呢？他停在哪里呢？每一个细胞都有，细胞还太大了。啊，黄念老在前面引用的近代科学家发现的中微子。啊，也叫量子，也许就是佛所讲的极微之微，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极微之微。啊，这个小微子，这个中微子，小微子，啊，多大呢？100亿个。组成100亿个，组成集合在一起是一个电子啊，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我们看到科学家画的这个图啊，原子是什么样的，当中有个原子核，旁边有好几个电子围绕它转，好像太阳系一样，像那个小的电子，那小电子一个电子把它分出来是100亿个小微子，微啊，那一个小微子具足了色受想行识，啊，这个小微子的时候你看得见，你看到它的物质，但是受想行识看不见啊，因为它不是色法，你看不见它。决定是有啊，江本博士试验的水，你看得见的物质，水会听，会看，会懂得人的意思，那个你看不到啊，决定是有啊，通过一试验，哎，真的发现它有。啊，那个又说那是信德了，在自信里面不叫受想行识，佛教的名词叫见闻觉知，他在物质里面就叫他做受想行识，他有感受，我们讲他是活的，他不是死的，他有手，他有想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有分别之处。你看，你善意对他，他的回应很美；你有恶意对他，他的回应很丑陋。哎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啊。
啊，这种分别执着没有行啊，你看不到啊，决定是有。物质里头决定有精神，精神里头决定有物质，这叫知有物啊。啊，这心王一耳啊，心王你，心王是精神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啊。他在肉体里头啊，身内俱停了，命门出入，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啊，这是讲心王，啊，就是精神现象，啊，受想行识，见闻觉知，啊，在我们身体的真有啊，你看不见，听不到。啊，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都没有办法觉察到它，它真有。啊，民中一譬喻民，当人个个自有心王，决定是有啊，应物随情。发挥妙用，但不见其行。啊，你看顺你意思，你很欢喜；不顺你意思，你很不高兴。肯定有啊！啊，在哪里？你找不到。所以，我们学了望境还原观，学的听到这个科学家的这些实验报告，我们知道了。每一个中微子里头都有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真的，它能够发挥妙用。你要觉，要觉什么？这些现象全是幻想。啊，这些幻象的时候，全是自信。迷了时候的作用啊，觉了的时候叫妙用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妙用是如如不动出生智慧畜生德相啊，啊，他不会生烦恼，啊，不会有七情五欲，啊，他智慧德相，啊，无量的相好庄严，什么人代表啊？佛菩萨代表，啊，发挥妙用，他不见其性。又《涅槃经》云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知有者，即是知有此佛性。”啊，知有者，知有自性。啊，叫佛性，是从自性里面的觉性讲。因为佛是觉的意思啊，法性比佛性的范围广，法性全包了啊，佛性法性里面的一分觉啊，真有啊，我们肉身里头有，万物里头有啊，树木花草里都有，山河大地每一粒微尘里都有。所以我们就肯定了说这一句话，
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有机体合的。啊，没有业务里头说是没有发现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法性变现的，没有性哪来的相？虚空是相，虚空有没有？有。虚空要是没有，它就不能传递信息。啊，三种周遍里面，周遍法界就讲不通了。啊，能传递信息，它当然有，怎么能说它没有呢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中微子能够穿透，那是一刹那了。能穿透什么样的境界呢？报告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中微子，它有能力穿透10亿公里钢板，啊，钢板10亿公里，我们这个地球没有啊，地球大概只有它的直径呢，这个我都不记得了啊，这是以前读学物理的时候里头有，啊。大概不到10000公里，啊，地球从南到北这个轴心，啊，我想不到10000公里，啊，因为我们从中国飞到美国恰好是10000公里，就太平洋，啊，太平洋从中国到美国的是10000公里。100亿公里啊，多少个地球啊，啊，它一刹那就穿过去了。啊，所以这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物质现象里头有精神现象在。啊，就是相中有现，啊，有发现，性中有相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，通达有无。啊，我们只有佛性，我们这身体有佛性。当然可以成佛，啊，只要把障碍心性的东西放下，啊，这个东西也是无性的，见思烦恼无性的，尘沙烦恼也是无性的。啊，无明烦恼更是无心的，起心动念更是无心的。啊，只要把这些东西放下呢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真相大白。心灯落云，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，若不知有啊，
总是虚妄。上面解释知无跟知有，一名十大有。你真正认识，真正通达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，又十大为摄心大本。那摄大也能做这个讲法，了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，就是慧能大师坚信讲的第一句话啊，我们的自心本来是清净，现在还是清净，永远是清净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啊。啊，此证相当于《大乘起心论》中的知心。啊，这个解释的好，解释的清楚。知心是菩提心，就真心。啊，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心，啊，真心就是自心清净。啊，知心者，正念真如法也。啊，这个念不是起心动念。念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中国的文字会意，心，心，就是你现在的心。啊，你现在这个心就是真如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知心呐！啊，有起心动念就是妄心了，就不叫真心了，真心变成阿赖耶了，啊，变成妄心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妄心的本是真心。妄心有染污，真心没染污，所以那个染污是假的，染污不是真的啊！真心没有念头，你起那个电念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那不是真的，随便起什么念头都无所谓啊！啊，你真觉悟，真无所谓；你不觉悟，把那个念头当作真的，麻烦大了。哎，马上就变成相出来了，啊，善的念头变成佛宝，恶的念头变成罪宝，他马上就是这个就是三种周遍的第二种畜生无尽，他就现象，啊，善念现天堂，恶念现地狱，啊，你要是真的。你知道善恶念头全是假的，它不现象。啊，善念不现天堂，恶念不现地狱，它不现象。为什么？你认识它，你不认识它，它就变把戏给你看。啊，不认识它的时候，善念就变现天堂，恶念就变地狱。啊，事大重要啊，哎，事大。菩萨用这个，他能度化众生。作为度化众生，种种善巧方便，啊，就等于说变魔术一样，啊，完全明了，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蒙在鼓里，那就受吧。啊，修善，你就去享福吧。啊，造罪业你就受罪吧，你受吧。
啊，那个兽叫冤枉啊！啊，那真的真叫冤枉啊！通通没有啊！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二者，缘修万恨啊，相当于该论之身心，要修一切诸善果。啊，缘，我们一般讲条件、缘分啊，要掌握住。修万恨，万恨归哪？就是六波罗蜜啊！修什么呢？修布施，修持戒，修忍辱，修精进，修禅定，修般若啊！六度展开万恨。啊，或者是呢，修十善一样，啊，十善就是布施，十善就是持戒，十善就是忍辱，乃至于般若。以六度为纲啊，以十善为目啊，布施里面有十善，持戒里面有十善，乃至禅定般若里通通都有十善啊，相当于起心论的身心。要就是喜欢修一切诸善行故啊，喜欢修善行啊，喜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三者大慈悲为本，相当于彼之大悲心，于把一切众生苦苦啊，众生太苦了，尤其是现前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遇到的。善导大师常讲啊，念佛人与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啊。我们今天遇的缘殊胜，为什么呢？众生太苦，慈悲心容易发出来啊，你遇不到这个缘，你心发不起来，不晓得从哪里发起。啊，遇到之后啊，就得帮助他。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所有的众生都要帮助。啊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。
弟子规里面讲，凡是人皆须爱。大乘佛法心量广大啊，一切众生都要爱啊，众生的本意要知道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。那么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，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？通通都是啊。树木花草众缘和合，山河大地众缘和合，变法界虚空界全都是众缘和合。这就是爱心变法界，善意变法界啊，这是什么心啊？圆满的菩提心。我们能不帮助吗？啊，欢欢喜喜的去做啊，遇到这个缘了应该去做，不遇到了不要去找，找就是攀缘啊，遇什么？遇是随缘，哎，随缘跟攀缘意思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先去找这个机缘，是吧？这叫攀缘，不找缘来了，自然而来了，这随缘。啊，随缘要不变。啊，这个就叫妙用了。随缘随着变就不妙了。那变是什么？你里头有个人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夹杂在里头，那就错了。啊，那就不是在修菩萨道了。那叫造业了。不过造的是善业，善业果报在人天，福报。啊，如果随缘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功德。这个功德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，回向众生，成无上道啊。啊，所以念念的不忘苦难众生，是以此三种心啊，这三种法心正是起心论的三心。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，故知发如是之心即是发大菩提心也。啊，发菩提心跟一般世间人讲的善心不一样啊，一般世间人讲行善积德，它不是菩提心啊。为什么？他求福报啊，他是有所求的。那佛法也有所求啊，佛法是无求之求，求无所求，要懂这个意思。佛法是真的所求的时候，我念念想求无上菩提，能不能求到？求不到。为什么？念念想求无上菩提，这个念头是个妄念，妄念怎么能求到真的呢？啊，真跟妄不相应啊，真跟真相应，哎，无求之求相应。啊，我要不要这样子求呢？哎，要。为什么要呢？哎，做样子给别人看，说，哎呀，求菩提好啊。
啊，自己有没有求？自己没有。这就是表演，演给别人看，借言出机。啊，要用这个方法把他带进门来，带进门之后告诉他没有。啊，没有不能马上讲没有，马上没有他退心了。要这样说，他真正觉悟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。菩提不是你本有的吗？你到哪里求呢？本有求不就头上安头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给人讲经说法，有没有说？没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这就妙啊，妙在这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修任何一个法门，都要守住清净平等觉，那就叫妙用了。啊，你学着我有求，我求阿弥陀佛，我求极乐世界，你心不清净了。啊，求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妙，那就高。啊，形式上我要这样做。啊，这样做法就是自利利他。啊，让我内心的沉静从我形象上表达出来，让别人都看到。怎么修沉静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都是给我们表法吗？从出生八相成道都是给我们表法的。啊，你说他那个有还是没有呢？不能说他有，不能说他没有。你说他没有，他真做；你说他有，他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。他有在哪里？啊，他又不要名，又不要利，他又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又在哪里？这就是认识有。而把认识有无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妙啊！啊，会看真正会看的人看到一招，真妙啊！啊，不是凡夫能想象得到啊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明白的人看出来，妙。啊，我们再看第二段。次者引净土论，啊，净土论就是往生论。为菩提心呢，就愿成佛度生，啊，愿意成佛度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，啊，也就是念念希望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土，信净土，愿意往生净土，
这是好事啊。这一桩事情跟一切诸佛如来那个心完全相同，一切诸佛的心都是念念想着怎样帮助他教化这些众生，明认识净土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他就成佛了啊，就等于说父母对儿女啊，总希望给他找一个好学校去给他念书啊，在这个学校就一举成名啊，啊，博士学位就拿到啊，啊，哪一个学校有这种保证呢？啊，十方诸佛刹土都在开学校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保证办。所以十方如来都愿意把他学生当中有真正能行的啊，能愿真想往生的全都保送到这个学校来了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，十方诸佛如来异口同音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十方如来像父母啊，阿弥陀佛是好老师啊。啊，我们这边释迦牟尼佛像父母一样啊，保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为我们讲无量寿经啊，讲无量寿经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清楚讲明白啊，大家听到相信了啊，想去了，多听几遍真想去啊，那就成功了啊，真想去你一定就去得了啊。这里告诉你几个原则啊，要发现啊，此心初看思教前心意欲发起，实也不然啊，实在的说也不容易发起啊。啊，这个心是什么？愿成佛度生，比前面三种心啊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法愿心，好像看起来比前面容易啊，愿成佛度生。要真愿的，假的不行啊！啊，为什么说实在的亦不然呢？底下说清楚了，盖以净土往生法门，是为难行之法。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信心未生，你怎么能发？啊，我对于这一句感触很深。为什么呢？我是这个路上走过来的。啊，我学佛，如果用净土法门来接引我，我这一生呢没指望。为什么？不相信。佛的方法很多，
那善巧啊，巧妙啊。啊，我喜欢研究佛经，喜欢佛讲的这些道理，所以对于大乘经论就很欢喜，叫我在那坐着老是念佛，念不下去啊。个人根性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真正接引我入门的是华严法华楞严啊，这些经论呢引导我入门，我对这些经论非常欢喜，非常感兴趣啊。怎么归净土呢？到最后看到这些经论全部都是导归记录啊，楞严经上25圆通啊，这是我发现的，因为是以前人很少讲，多半人家讲的时候25圆通观世音菩萨圆通章第一啊，观世音耳根圆通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禅宗引用了啊。那么净土宗呢，没人看出来啊，我是被一个日本和尚问出来的，他要不问我，我没想到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正跟李老师学楞严经，我学楞严经是佛讲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老师星期三讲，我星期四讲啊，就是我佛讲，星期三听了，我星期四照老师的讲法讲一遍。我的听众有6个人，我们7个人一个小班啊，每一个星期佛讲，一个讲6个听啊，楞严经这部经是我专讲，从头到尾，所以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啊。有一次台湾大学几个学生带着他的老师啊，日本人客座教授啊，也是学佛啊，他来访问我，问我学的是哪一部经呢？学楞严。那你修什么法门？我修净土，念佛。哦，他很诧异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楞严经跟密有关系，跟禅有关系。认为是禅宗跟密教的重要的经论，与净土不相关，所以他就很讶异，楞严经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他这一问，我那个灵感就来了。25圆通当中啊，不是一个特别法门，2个特别法门啊。观音菩萨的法门太显著了，人家一看就清楚。大师之圆通的特别法门不显著，他这排列的位置啊，观世音菩萨照理按顺序来排，他排第二位啊。他是6根嘛啊，眼耳鼻舌身，他是2根啊，应该排在第二啊。6根后面是6尘，6尘后面是60啊，这就是18个顺序，观音菩萨排第二。后面呢是7大，地水火风空见识啊，是7大，所以一共25个位次。观音菩萨从第一个位次啊，第二个位次拉出来摆在最后，这一看就明显了，这排第二，他是摆在最后去了，太明显了。
大势至菩萨也是特别，没按顺序。大势至菩萨原本是排23，弥勒菩萨24，他们两个对调了一下，就调了一个隔壁，这个很多人没看见啊。大势至24，大势至本来是23，他24，观音菩萨本来是第二，他排在第25，最后讲唱戏啊，压轴戏啊，最好的最精彩的这压轴戏啊，最后压轴是大势至观世音。哎，我突然想着这个，我对付日本人啊，我说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大势至耳根圆通掌特别法门，啊，它不是正常的，没有按照顺序排呀。啊，我把它说的一愣一愣的。啊，我说你们只看到观音菩萨，那太明显了，那个那调一个位置你就没看见了。两个特别法门，为什么两个特别法门呢？啊，为什么大势至不摆在最后呢？大势至的法门，这个念佛法门，普遍法界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它都是第一。而观世音菩萨法门，是我们地球上众生的第一，是小面积，我们这个小面积，观音菩萨第一。大的来讲呢？大势至菩萨第一，哦，这才算明了啊！原来《楞严经》跟念佛法门关系这么密切，对，一点没错啊！《法华》《华严》，尤其是《华严经》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我从这个地方生净土的啊，哪个人劝都不行啊！李老师劝我好多次啊！啊，我不反对净土，我尊重净土，但是我不愿意学净土。啊，我还是喜欢华严，喜欢楞严。啊，这个经的分量都很大，比无量寿经分量大多了。啊，那个里头奇味无穷啊。啊，楞严纯粹讲智慧。啊，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。一切经的总纲领啊，所以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，这是佛经哲学概论啊，他是这样介绍给我啊，佛经哲学概论啊，真正是难心之法啊，我是从华严、楞严、法华到归极乐的啊，他们做引导，没有这些大经大论在引导，我的信心升不起来，真叫难信啊！啊，可是我这一信了，比一般人信的信心不知道要加强多少倍，因为我了解。一般人都不了解啊，我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才相信啊。啊，无量寿经这一个本子我讲了10遍啊，这一次是第11遍，特别宣讲黄念老的注解啊，也是感念我们在晚年才遇到
啊，才变成知己呀。啊，当时弘扬这个本子就我们两个人呐，他在国内弘扬，我在国外弘扬，国内就他一个人，国外也只我一个人。啊，我们两个有缘碰到，真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缘分跟李老师有关系。啊，李老师以前提过黄念祖这个名字，提过，我听过，有个印象，不深刻，模糊的印象。啊，我以为呀，老师提的一定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。啊，没想到黄念祖比他小很多。啊，大我一点，大不了多少。啊，李老大我39岁。啊，黄念老大概大我17岁的样子。我以为这个人已经作古了，不在了，没想到，啊，到美国听到，哎，有这么一个人。啊，我们金宗同学的同学在中国请了一个密宗上师，啊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是密宗上师，我说你们也请一个密宗上师，怎么现在念佛了没有必要了？啊，我就问了句，这上师是谁呀？他黄念祖。哎，这个名字很熟，有印象，想了好久，啊，想到，我就问他，是不是梅光系的外甥？他说是的。哦，我说那请他来。啊，梅光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，我们称祖师了。啊，老师和我们一家人啊，所以我们很想见见面啊。我这知道他是没关系的外孙，是下联局的学生啊，那跟这个无量寿经的关系就很大了啊，他肯定学这个的，学这部经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可以请到美国。哎，请来了，啊，果然是的，没错。啊，这样的因缘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遇到真叫一见如故啊。啊，遇到的是通电话，他就带了这一本注解，油印印的，啊，字都不是很能看得见。啊，不十分清楚。啊，带到美国就这一套送给我了。啊，我们拿到台湾去印了10000册。啊，随后他回去了，他在美国停留只有一个月，签证一个月。我到北京去看他。啊，真欢喜啊。啊，我要去看他了。没想到他先来看我，他知道我到了北京住在旅馆，他到旅馆先来看我。啊，这在礼节上是不寻常的。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客拜主人呐，主人回拜。那我们到北京做客，主人先来拜访我，啊，然后请我到他家吃饭，啊，那一张照片现在挂在尖沙咀摄影棚里面，你们可以看那些第一次见面在北京，啊，他全家人，
啊，还有夏莲居的孙子夏法身，啊，一家大团圆。啊，知道啊，他写这部书的艰难辛苦。啊，我们代表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将来都因这个书而得利益。啊，特别把这个注解拿出来讲一遍，我们来分享。啊，也是报答与黄老居士知遇之恩的。啊，难行难行，这很可贵啊。啊，信心要不生呢，菩提心就发不出来。哎，也确实是不容易。如阿弥陀经云，十方诸佛称赞本师于无著事啊，无著我事啊，为诸众生呢，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这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，释迦如来能在这个时代为大众啊宣讲净宗法门啊，这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跟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无文字数，本经阿难七经，观无量寿佛经为提西夫人的因缘，不容易 啊！佛在小本弥陀经里的说，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本师啊，在无著卧室，是讲释迦牟尼佛出生这个时代，所以世尊为我们示现种种苦行，做给我们后世人看的，要吃苦啊！为什么？众生业障太重了，吃苦什么？带众生。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，几个人知道？释迦牟尼佛吃苦是为我们是地球上苦造作极恶的众生，啊，替我们这些造业障众生消罪业，啊，不知道恩。就没有报恩的心了，你真正知道了，报恩的心、感恩的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如何报恩感恩？依教修行，不但自己要做，要把这个大法传下去，世世代代弘扬下去，是真报恩。啊，所以这部经夏莲居老居士重新来整理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不是普通人呢。啊，我们看看前面王龙书居士做第一次整理，宋朝时候啊，龙树居士往生
站着走的。啊，龙叔给我铜像，书成人。啊，跟庐江距离50华里。啊，大概就是二十几公里的样子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桐城人，我们这三个小城呢，三就行，距离都是50里。啊，敬宗大德了。啊，龙书居士的汇集本。叫大阿弥陀经，收在龙藏里头。啊，这个乾隆大藏经里头有，收在龙藏里头。啊，夏老这个汇集本，汇成之后3年的时间，用10年的时间来修订。啊，修改过10次。成为最圆满的本子，一生的心血就在这部书上。啊，确确实实把如来度化末世众生这一桩大事做成功了，真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因为要度末法9000年，只有这一部经。啊，其他的经论做不到了。那这部经多难得，太稀有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不是普通人了，怎么能做出这么好的注解？啊，引经据典，居然能够收集190多种，我们都想象不到啊！我到他家里就看他，啊，这些参考书都堆在桌子的旁边，啊，他也没有书架，堆得很凌乱，怎么找到的？感应，那佛菩萨的威神呢？这就有人送给他。真心想事成，想到古人有什么本，他就来了。啊，不识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这注解写不出来；不识龙天善神护佑，这些参考资料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我们报佛恩，报祖宗的恩，报国家的恩，啊，报我们民族的恩，报一切众生恩，就要认真学习。依旧奉行，啊，还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日本邀请我去讲经，我答应他，我6月去讲，还是讲这部经，1天4个小时。啊，我希望在日本讲100个小时。啊，讲完了我就回来。啊，这部经呢，分100个小时功德给日本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啊。